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一辉，欢迎收看时间做手。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可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他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像过去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就同过去你跟着市场当中的分析师去做，常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因为股票总是包上包下等上涨，不敢百分之百进出，加上持股过于分散，凹单不停损，会多不空的结果，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同样的，过去的软体为什么没有办法帮自己赚钱？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系统，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实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让会员自己猜。甚至呢，选组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最重要的，买卖点常会慢半拍，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精确的买卖点。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价，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有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打折，不是吗？而当你拥有做手系统的同时，你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因为这个系统呢，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获利影片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交位一次给各位，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率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一笔大的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多空人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就同你说眼见为凭的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旧观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笔大的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档，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6月14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190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950万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来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实战软体帮助自己抄股票，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的报酬？因此呢，就在节目当中会常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一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痛的时候，此时此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6号这一天，
这样票100万赚了20.8万。系统告诉我们，基金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六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新济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六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新济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短短的3到4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8.6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11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28.6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跳开高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拥有新济牛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11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28.6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11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11号这一天，顺着云线节奏，一件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我会发现个事实：11号这一天完全选不到任何做多股票，怎么办？当然就是改换一键选股空，改做空，一样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空康普这样票，赚它空头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1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前一趟不要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空康普这样票，赚它空头最好赚一段。 K 线还没有大跌的时候就要赶快空了，再次领先市场。短短的一天两天，当时大盘指数在大跌，你100万这样可以帮自己创出8.9万利润，让好事接连不断发生。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2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8.9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空头最好赚一段，所以黑 K 破底一样最好回补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回补。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多空都是一样的道理，大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回补，你舍不得回补，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4天的时间。但是当拥有新济牛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12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8.9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加报酬。问题是12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十二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顺着月线节奏一键选股空，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十二号这一天完全选不到任何做空股票，怎么办？当然，系统有自动适应行情的功能，所以改换一键选股多，改做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台生财这样票，赚它多头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十二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钱要花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台生财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别人，短短的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3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让大赚变小赚遗憾又再次发生。但是，当拥有新金融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接着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3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加报酬。问题是13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人身上？还是一样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13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先进光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3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要花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先进光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0.8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金流而已哦。事实上，从7月4号到今天，10个交易日时间，你100万透过新金流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83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已经帮自己创出83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像过去死爆火爆的方式做股票吗？还像过去不能是在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吗？很多投保在市场当中都很想要知道，如果用最短时间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而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之资金集中操作单量票，绝不能像过去一样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再来，每单股票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也不能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消极的死抱抱等股票上涨，很浪费时间。再来，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的买卖点，更不能像过去一样进出的时机常会慢了半拍。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很简单，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之资金集中操作单量股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才办法帮助各位把财富快速累积起来。很多投资股票会做很辛苦，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老派投资观念总是告诉各位买单股票死抱不抱等着它就可以赚个1倍2倍，但时代不同了，
如果到现在你还是用过去死抱不抱的方法去做，不去关心你的股票的同时，你会发现抱到最后常常会有大赚变小赚，小赚变套遗憾，甚至很多股票会一档一档一档的套牢。原因是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目前所有的行情啊，包括个股震荡的幅度非常的大哦，然后行情变化非常的快，每一波的主流也会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消极去应对这个行情，做起来当然会非常辛苦。但是跟着时间做交易，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很简单哦。事实上，我们要找的就是每档股票每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就从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到事实，周线大户资金流入。所以我们只要找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位置，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所有客户账号这一天一样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赞发生。好，想想过去为什么股票会做得辛苦，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握住每一档股票最好赚的买点，不去重视它，所以常常觉得一档股票买就对了，常常会买在这个地方一等，不知道等多久，甚至还要先被套牢，这当然就会很辛苦了。哦，要不然就是等到大涨一段之后再去做追加，你所承担的风险当然 会比较高哦，做起来当然也会比较辛苦。但是跟着做手系统很简单，要买一定买在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所以就同跟各位分享的，做股票的过程当中要完全做到简单明确，你才会敢做，不是吗？哦，那同样的，我也从来在节目当中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任何一档股票，因为涨是赚钱的办法。当我们拥有赚钱办法同时，每一档股票都必须要帮我们赚钱，包括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道理，周线大户资金流入，所以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同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的情况之下，想都不用想，当然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相同道理，我们可以再看这种股票，这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常会跟各位强调，哦，不要太去强调任何一档股票，方法对的，观念对的，哦，自然就可以赚钱，哦，因为如果你一直跟一档股票绑在一起的同时，你会发现你只能很被动去等待它上涨，而不是积极去创造财富。但是相反的，当你有做手系统，当你有赚钱办法的同时，当你有正确观念的同时，每天才会有赚钱的机会，而不是消极的等待。就同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这档股票在昨天我一样看那个事实，周线大户资金流入，所以它表示它未来会有创新高的可能。但是呢，我们要再进一步的把最好赚的买点再把它找出来，怎么找？很简单，当然就是看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绝对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一样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那相同的哦，不要等到今天长虹涨停锁住之后再去做抬轿，我们要买在涨跌前一天前两天，这就是做手系统独特技术。也就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会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想要跟着新进的观念创出比标格标获利不难，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你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测标和行销手法误导，使用品质不良的系统或抠讯吗？实力才是关键，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亲自服务，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这次您可以选择有实力的分析师，有实力的系统，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02-2389-8029 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热线02-2389-8029 02-2389-8029。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
他们拥有做手系统去做棋子的同时，纵使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从这个地方的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06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2134点。07呢，22天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4621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128点。但是很多的朋友过去有跟着老师甚至有软体来发抄指数，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实战的工具，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买卖点讯号会消失问题，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混迹猜。而当拥有做手系统同时，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就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的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100%不会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会全部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不用可以猜。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128点。那当然，接第一个交易讯号在8:55的时候，它是个延续盘同步做多讯号。那这个讯号为什么不做？很简单，因为我们在进场之前会先把进场停损停利先规划出来，所以在进场之前已经先来到停利满足点的同时，当然不会去做它，必须要等待下机会。而实际上做单的第一个位置会在这个地方，趋势盘同步做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上变到灰色线下，线上变线下的转折，线下是绿色，所以同步做空。所以收盘收定，我们直接设收盘价，也就是14371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高来到哪里？最高来到14390，所以定价当然100%全部穿成交。相同的，不要忘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自动帮各位规划支撑区，一口单挣21点，先把它发一口袋。我们再等今天第二个机会，接着第二个机会在哪个位置？也就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趋势盘同步做多讯号，还是一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下变到灰色线上，线下变线上转折，而线上是红色，所以同步做多。因此呢，收盘收定，我们一样是设收盘价，也就是14426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而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哪里？最低来到14377，所以定价100%全部穿成交。相同的，也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压力区，一口单挣107点，记得再把它发口袋。也就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他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